我是凯瑞尔·罗姆，白银之首的圣骑士。我会。大家都比较喜欢塔姆星，他十全十美，父亲也总是会表扬他。现在你们两个要全力战斗，不要放水。我想看看塔姆星在通灵学院学到了什么。啊，我们快点速战速决吧。 你到底都跟谁一起在训练呢？旧城区的小混混吗？他们才不是小混混，他们是我的朋友。面对你的罪行。 想起老我吗？送你。要帮你点个火吧。汤姆星，打得漂亮。凯瑞尔，记得防守。好的，父亲。面对你的罪行。 很强，虽然没我强了，不过还是不错。哎，要是他再努力一点，就能当上骑士了。要。等一下。要帮你点个火吧。 要操控生命，就得先掌握死亡之力。现在开始服侍我。要帮你点个火吗？我说过100次了，我不要加入白银之手。 你一定要读。
面对你的罪行。解说会爆炸！哎，蠢蛋！这是你的罪行！我成功了，我真的成功了！够了，塔姆星赢了，毫不意外。圣骑士，醒醒！你那个术士姐姐带着纳鲁的碎片逃跑了。克图斯，我们还在贫瘠之地。塔姆星离开了，站起来，你要为他的罪行负责。凯瑞尔，对上克图斯。克图斯，不要这样。你害我没办法报仇。图斯，她是我姐姐，换成你会怎么做？你觉得我会怎么做？我的战刃锋利无比，放马过来，进攻前线。实在不该信任你，当时就快成功了。跟骨头一样脆。小心敌方入侵。北方城堡屹立不摇。北
算他击溃不罪者。我来帮你，我们可以阻止这一切。复仇的道路太狭窄，容不下其他人。前来报道。 看来你喜欢抢特价，进化吧。看来你喜欢抢特价。前来报道，进攻。 大家都想帮你，还记得你的朋友吗？你需要我们帮你打败安娜赛隆？我不需要艾兰娜帮忙，也不需要伊利丹，当然更不需要你。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我在胡同后面吗？我还是会把你找出来。 放马过来！进攻前线！进化吧！糟糕！圣骑士，闭嘴！ 进化吧！为了圣光，我的战刃会歌唱。准备接招吧！ 战刃锋利无比，放马过来！进攻！为了圣光，冷静点，和我一起去暴风城，我们还有时间阻止塔姆星。现在这样，你还是愿意帮我？我会跟你一起走，但是这场战斗你不要出手。 克图斯的怒火暂时平息下来，我们返回暴风城，等待塔姆星采取下一步行动。天谴军团多年前在罗德隆肆虐，我以为就这样与塔姆星天人永隔了。当我站在父亲门前，我的情绪无比纷乱。他会怎么说？他死掉的孩子居然回来了。 寇尼亚斯·罗姆，父亲，我从卡林多回来了，而且有话要说。最好有个好理由，你有很多事情要解释。
咱今仔日要打啥？护甲，护甲，九成新的护甲。我们来看看你的战绩有没有进步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父亲，拜托你，现在不是训练的时候。你需要加强训练和纪律。我收到报告，你在贫瘠之地擅离职守。事情有点复杂。你好啊，前来报道。哈嘿，无问题。唔买就烂开啊！给我解释清楚。我遇见塔姆星了，他现在是被遗忘者，而且是个术士。我当时离开哨所去找他。塔姆星，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哈嘿，莫不得，也不懂得尊重死者吧。是最好的防御。喂喂喂，爱叫鬼计啊！我想要帮你打架子。我还撑得住。难免会有意外了，你懂的。为了国王，挨着你的枪，撞开孔。父亲，抱歉，但是我必须亲自见他一面。他整个人都变了，但是圣光在上，我认为他很有救。不懂得尊重死者吧？我的盾为阿古斯而举，圣光会护佑我。不要雷我！喂喂喂，爱叫鬼计啊！国王。
好问题。糟糕！女儿，安静，我需要思考一下。为了国王，为了荣耀，不要雷我。怕鱼，好问题。意外了，你懂的。怕黑，莫问题。拿起盾牌，准备先锋。我来为你照亮道路。怕黑。怎么回事？是塔姆星，一定是他。我必须警告朋友。你必须保护王国。我去和其他的卫兵会合。好的，父亲，注意安全。我们晚点再见。恶魔从塔姆星打开的传送门蜂拥而出，才几分钟，暴风城到处都是恶魔。我往街道走，一面对抗恶魔，一面寻找我的朋友。我在矮人区看见熟悉的面孔。你手上拎的战锤是装饰用的吗？用力朝恶魔脸上砸下去啊！还愣在那里干嘛？凯瑞尔，对上瑟卡恩。塔维西，掩护我。我们联手渡过难关，安纳塞隆会消灭你们。首领飞到我攻击不到的地方，别让恶魔过来。那个大吹的交给我。前来报道。每个人心中都有恶魔。塔维西，其他人呢？塞瑞拉在教堂。克图斯的话不用说，你也知道。一定是去找那个混蛋京剧领主。我们一到暴风城，史盖博斯就不见了，后来一直没看到他。你今天要去哪里冒险呢？瘟疫之地，记得把手洗干净。纵然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恶魔，你今天休想得逞！你休想活着走出暴风城！
你还好吗？小姑娘不用管我，我这把枪火力强大，哈哈。完工了，铁锈之王，勿忘我。精彩的冒险等着你！忏悔！要相信圣光，前来报道。哈哈，打中了！别让他们靠近，我去找出传送门在哪里，然后关闭它。安娜赛龙站在传送门前面，高大的身形透出满满恨意。克土斯落入对方魔掌，情况不妙，我必须救他。凯瑞尔，对上安娜赛龙！安娜赛龙，马上放了他！你在担心这只凡人的小虫吗？抓住了，我必须挣脱才行。再见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再见。救命啊！我被附身了！在我做出那些事之后，你依然愿意帮忙？我们应该专注在眼前的战斗。我还撑得住。我还撑得住。放开他！你太弱了。结束了。我从不求吧。
小心敌方入侵，北方城堡屹立不摇。太好了，我自由了，凯瑞尔，谢谢。还没结束，我们上吧。有一口气。结束了。城堡屹立不摇，结束了。啊，卖差了。北方城堡屹立不摇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我最喜欢认真读书。你给我进攻！北方城堡屹立不摇。结束了。救命啊，我被附身了。圣光暗淡，我等依然奋战。我还撑得住。给我进攻！再见。他们能不能活过死亡火圈呢？我还撑得住。文帝，再见。清白哥，这粮食
欢认真读书。诊疗室来了，两把斧头，两把斧头，两颗石头。再会。先别那么肯定，我只用到一小部分力量而已，看好了。安纳塞隆想毁掉暴风城，我们一定要马上阻止他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我等了好久，终于到了算总账的时刻。京剧领主，出来一战！凯瑞尔，对上安纳塞隆！恶魔，你不该来这里，我们要把你赶回去。这个世界注定灭亡。你们这些守护者，早点夹着尾巴回去苟延残喘吧。要不是有你相助，我绝对没办法走到这一步。我不该怀疑你的。打赢这一战，你的家人就能安息。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让天火降临吧。被丢弃。
们能不能活过死亡火圈呢、啊、谁都别想过。起来吧，暴风城绝不会陷落。可笑的王信将再次瓦解，虫群渴望食物，瘟疫降临。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，我们会击退这些野蛮人。你这个怪物，我找到新的猎物来源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只会越来越致命。给我进攻！天地都将烧成灰烬。
本都这样写的。克图斯，成功了，复仇结束，你的家人可以安息了。你怀着满腔热血奋战。我明白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代表什么。为了家人，不计一切代价。负伤的克图斯待在后方接受治疗，顺便沉淀一下复仇之后的心情。击败安纳塞隆之后，我追在塔姆星后面来到墓地。当我看见有个不死怪物朝我过来，一阵寒战传遍全身。凯瑞尔，对上扭曲的怪物。父亲，他对你做了什么？痛，好痛。父亲，是我，你的女儿。唐心，是你吗？连来报道，安息。父亲，是我，凯瑞尔啊，你认不出我了吗？你不是唐心。进攻！进攻！刚刚好。愿死者安息。前来报道。我熄灭一切。看来你见到我的新作品了。你不觉得比父亲在世的时候更棒吗，小凯？这我是来拯救你的。可是这实在……我施展这么精彩的死灵法术，你连称赞一下都不肯吗？你真的很糟糕，你的所作所为，天理不容，谁也救不了你，谁也帮不了你。不要雷我，死者安息了。愿圣光使你平静。前来报道。愿死者安息了。进攻！愿死者安息。父亲，请原谅我。终于自由了。塔姆星，
我这么相信你，为你付出，一心想证明你仍有善良的一面。可是这次，你太过分了。我能说什么呢？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圣光。你竟敢这样说！凯瑞尔，对上塔姆西。我无法拯救你，但是可以从你手中拯救其他人。啊，妹妹，你失败的还不够多吗？想的都是复仇，不管是我那个恶魔猎人，就连我那大方的资助者也是。我猜你现在也一样。这不是复仇，是制裁。我的力量强大无比。进攻！进攻！前来报道，进攻，进攻，愿死者安息。牺牲和痛苦成就术士的力量，恶魔之种能抵消这个副作用。散播快乐，散播爱。绝望吧！真的，其实没那么重。我想为光明挡架子。进攻！进攻！进攻！绝望吧！别烦了，我在怒了。好的，还想要恶作剧吗？哦，凯瑞尔，你原本应该成为出色的小杀手，长大之后怎么会变得如此无趣？先是年轻，然后是父亲就这样一蹶不振。你走了之后，就这么一次，我必须当一个乖女儿。所以你把事情全怪在我身上是吧？我的力量强大无比。这个味道，绝望吧！啊，别烦了，我在弄他。准备接受制裁吧！正义的制裁，哼，实在很难笑。天谴军团肆虐的时候，正义在哪里？我没看到。哎，再杀一个！哎呀！
包围我，感觉好了。塔姆星，对不起。